对这种房产公司做的这种中介，然后去体会一下中介有多么难。你让他吃点苦嘛，出去。对啊。哎，我就是说，你弟就应该发挥他特长，对吧？这个时候去王者荣耀当个教练什么？你看那个歌迷，你不混得也还蛮好的，有啥不能去的吗？不，歌迷你已经算是他们里面混得最好的一个了，好吧？对呀，那还有很多也混得还可以的，你对不对？你早就该去了，你弟。哎，不，你你知不要道再说了。王者荣耀里面有多少是那个风暴英雄的教练，有多少是风暴英雄以前的选手吗？就这两个游戏其实挺相通的，所以很多风暴英首雄的选先手都选择了再去说一王遍，者是他不想去，跟我没有关系。我提过他不想去，好不好？只能所以说他现在，我觉得我说去送外卖，他觉得送外卖也挺好的。那我帮他联系一下，你不用帮他联系，让他自己去找。对吧？那他要去送外卖，我帮他联系一下。大家自己去找，妈个鸡！怎么叫我就想害他？我弟怎么都什么意思啊？他自己不去，又不是我那个，要不是我阻止他，对不对？对啊，饿了么呀，干嘛？他想去饿了么送个外卖，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帮他联系一下的。挺好的呀，我觉得饿了么，对不对？靠自己劳动是吧？养活自己不挺好的吗？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帮他联系一下的。不，你不要把他联系，让自己去啊。不，我真是觉得你什么叫这是钱？哎，你们真的是，哎，算了，不说了，妈个鸡的，真的好气，说出来就好气。好了，这盘看胎价能不能够吸取第一盘的经验吧，能够击败 Hurricane。这其实我觉得应该胎价的粉丝要比 Hurricane 还是要多很多的。那肯定的 ，Hurricane 胎价毕竟曾经也是一个曾经顶级人族啊，顶级的人族选手，顶级人族，他绝手握他绝逼手握10个 P 级赛的冠军，对他绝逼顶级人族啊。我觉得胎价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在韩国捧过杯，所以很多人，哦呦，这个黄金矿偷的。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对胎价还是有，就对他的成绩还是感觉有水分的，就觉得他是在欧美，对吧？欧美刷出来的，这个在韩国并没有成功过。这个有很多话说回来的，但是你不管怎么样，胎价当时的确也很强。对，但是当时的确欧美那些选手的确竞争力要小很多，这倒是实话。泰加的10个 P 级冠军里面，其实水分挺大的。但是你不能否定他是个顶级选手，因为他跟韩国的最顶级选手打的时候也不落下风。啊，是吗？感谢菲尔126斤特来还愿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感谢兄弟啊！好了，天之蓝，房租问题不大，就这个偷三矿其实是一个伏笔。大哥七套房，小弟外卖郎，你妈的，妈，你妈，你们这狗逼，好顺呐、啊，兄弟，可以啊。你们这帮狗逼，哎呀，可以啊。是这样的，他到现在为止长那么大了，就今年26、27岁了，他从来没有通过自己去找工作过，都是我在帮他安排的，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找找看，知道有多么心酸，对不对？这我觉得挺好的呀，就靠可以靠自己劳动。哎、反正他孙哥可以帮他兜底的，慌个屌，兜个毛去死啊！对吧？这我那么小个事儿，对吧？你不愿意帮他，他到时候来找我，我还不只有帮他，你弟弟啊，滚，对不对？帮你不安排个工作还是？滚滚滚滚！不要慌啊！妈的黄旭东，妈的绝对是你妈的损友，我操，狗逼！哎，这个黄金矿偷的，其实会让 Hurricane 判断有很大的偏差。可以啊，这个三个限制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偏差。不，现在但是不没不重要，他黄金矿偷的，随便你干嘛。
对，我觉得 Harry 会觉得有点不对，是不是太简单了？正常情况下，这轮兵是不是少了一轮？对他肯定觉得有点不对，泰坦法就那么弱吗？他肯定第一批感觉是，对吧？对。这操作也可以啊，这操作啊，这几波操作真的不错。哼，他妈你们这帮狗，你真的是节奏带的飞起。你们带吧，你们带吧。泰亚这个时候应该把自己四矿点下去了，这样的话才正常。如果这个时候四矿不点的话，绝对是有问题的。不应该啊，是这个局面，不应该这样子呀。妈的，现在这弹幕他妈都是人才，我靠！大哥开卡宴，弟弟送外卖，你妈的！哎，我靠！妈的，这帮狗逼！这你妈！孙哥，你这想法有点过了。你妈的，你还带节奏，我靠！不，你这个真的有点过了。我讲什么叫我？怎么是过了？你毕竟你还是过来人，你有点经验。我觉得你不要浪费你弟的青春，真的去。而且他本身也喜欢职业这些东西，你帮他介绍。他自己不要去，我说了很多次了，帮他介绍。他们就没好好介绍，你不行，你让他来跟法人谈一次心，谈完他就去。哎，毛你妈的！你就不想帮你弟？说白了，毛你妈的！你妈的！你为什么？你让法人来跟他谈一次心，谈完他就去了。哎，老子要砍死你！我靠！真的，你就不想？哎呀，你真的你就是不想。我帮他找了很多地方了，对吧？妈的，王者荣耀教练，为什么不让他跟法人见面？这么大，我问问他吧，他如果要去跟法人见面，他妈的老子把他带到上海来，烦死了，真的是，对吧？妈的！好，这边，哎呀，被防住了，台下这波血亏了。不过也没关系，反正这是黄金矿偷着，送就送了。对，有黄金矿就送，这个三 GD 开的也很爽，三 GD 就开给你看的，你永远想不到有黄金矿。我觉得 Harry 可能没意识到。对。哇，谈判专家，我靠！法人绝对，我告诉你，法人跟你弟谈一次，你弟绝逼去当教练去。啊，我帮他介绍了很多地方，其实什么你妈的，徐浩南那我也帮他去。徐浩南说你妈的，只要他来，一句话的事情。但他不去啊，怎么办嘛？这些都没前途，我告诉你，就是他要。他的特长就是练打了那么多年职业，就应该发挥自己练的多年的技能，对吧？他到学院那去干嘛嘛？当个专员，他妈还不是打工，有啥意思呢？还而且还要背井离乡的，有啥意思吗？那你妈的，我只能在教练都不是背井离乡，他啊不，这不是关键，关键他不去。我再说一遍，不要再提到这个话题了，反正他不去就结束了。你下次安排他来上海，让法人好给他上一课。就那么简单，下次你来的时候你带着你弟来，让法人给法人半小时，好不好？算了算了，大哥开卡宴，弟弟送炒面，你妈个鸡，可以啊，兄弟。老子他妈的砍死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要看比赛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帮狗逼，你妈！我要看比赛。哎，老子他妈遭不住了，我操！好了，这边终于是发现黄金矿了。好了，正面来了，这一拳怎么挡？终于是发现黄金矿了。回城啊！这一拳应该挡是没问题的。他就一个那个一个巨像哦，不好挡哦。看这边，一个巨像，场先隔一排，因为。他其实 Harry 肯判断是一直有失误的，对方的经济比他想的要好。来来来来来来，这样来。样来第二个巨像来了，立场放的也很好，打不进去。对，而且后面被包了，这立场放的相当好啊。Hurricane seems to still have a pretty healthy army. I think that attack from
死了呀，看一下投成这样的打不赢，那还那就是后正面这拳打不赢的呀。对，他其实正面这拳如果有这个鬼兵的加入，还有的打，其实没有鬼兵打不过。他投成其实黄金皇投了那么久，他就正面一拳打不赢，那就说明他两百人口打两百人口是打不赢海鲁。他只能想办法在前期解决战斗，叫拖过中期他就是死。Hurricane 打了三盘，就跟泰迦打了三盘。Hurricane 也明白一件事情的，我出巨象闪追我就输不了大尼，对，对不对？巨象闪追没什么太大timing的，就一定要拼正面这一拳的。你泰迦现在拼不过他。好了，这个部队基本上来说的话，就已经能够决定胜负了。而且你这个位置刚好又要被巨象扫成马，这个位置。但如果说凯瑞克如果有三个巨象就更稳了。哎，家里面还被搞没了，没了呀！哎呀！哎呀，他这妈的，哦，他边推边打，操作很好，操作很好，这个操作。死了死了，真的，我说 Hurricane 估计盘盘都出巨象现在，我就巨象闪追，泰迦就打不赢。妈，梅姐现在越想越气，你妈要让我上来干死 Hurricane。I think it was like some good planning from Tasia overall and pretty good play, but not quite on the level of Hurricane. Tasia is very concerned right now. Yeah. 这弹幕太有才了，我操！别你妈的有才了，我靠！嗯，八个鸡。泰迦自己打笑了。旁边谁在给泰迦支招啊？老子明天不，我下次来上海就把他带上了，带到上海，然后你妈的把人跟他好好聊聊。妈宝，老师他跟你聊，然后在你家门口，你妈搭个你妈、拿个草席，妈拿个被子，就是在你家门口，妈聊不通你就不要回来了。跟我有什么好聊的？我又不擅长这个，法人最擅长。妈，你妈的你就把锅你妈甩法人那边一甩。啊，法人，你想拯救了多少迷途少年？对不对？好了，双方第二场进入下方的气动方向就是蓝色的食人族选手。Eric 来自 Blue Star 战队，蹲在队伍上方，梁继荣方向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铠甲啊，远古战神。铠甲这一定要想办法的，我觉得要在前期解决战斗啊。问题他前期解决不了战斗啊。Hurricane 其实不算很强的选手了。Hurricane 不算强了。They took some risks, they paid off, and then he didn't really capitalize correctly, I guess. It was that really poor attack he had. 你们不要带节奏了，我们好好看比赛好不好？妈了个鸡的，烦死了！你们这帮狗逼。每天你妈在看到节奏就想往死里带，你妈的都你们这帮狗逼都会有报应的，我告诉你们。泰克其实他最辉煌的战绩应该是把这个干了，把那个主宰干了，不把主宰干了。那他只是打他，我说他最好的成绩应该是进了一次接受四强吧。哎，对，干了 party。但高光时刻绝对是、这个、对，高光时刻就干主宰了一次，把全太阳淘汰了。对，对，然后自己出现了嘛。其实全太阳那次 IEM 状态还挺好的，只是他没想到 Hurricane 输给他，就输给了狗哥跟那个输给了狗哥跟 Zero 嘛，他其他人都没输。谁知道 Zero 输给 Hurricane 了，然后全太阳小分被淘汰了。这你妈！哎呦，这妈的，你们这弹幕真的是有才啊，有才啊！我服了啊，我服了，你们牛逼！所以也就是这样了，晚上其实可以晚上跳一跳的，跳不上去啊，跳不上去。
But this happens to all of us, where we literally have a lead and we throw the game. Because we're not sure what the next right steps are to get the club. 我认为泰甲还是要打他那个，就是比如说正面一拳，然后侧面空投的这种打法。就刚才那个两个科技挂件枪兵光头出来那一波，我觉得打得挺好的。Let's also remember the Hurricane. You know, he sees the gold base and thinks, oh no. Mm. Then he still wins the game, and it's like, yeah, force fields are pretty good. It's like you've become Kool-Aid guy then. Yeah. 好，把口先堵了，不另一个三病。我这还有可能是细节做的蛮好的。不愧是练习赛之王。还有可能在 Michael Set 的口中，就是练习赛的时候，所有的顶尖选手都找还有可能练，然后还经常被他干。但是一到比赛还有可能谁都打不过，有毛用。妈练习，我就跟你说嘛，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练习的时候，对吧？你不要再刷弹幕了，好好看比赛。你不要再去聊这个弹幕了，不要再刷弹幕了，好好看比赛。卡宴车中黄金矿，外卖乡里炒，外卖乡里炒面香，又不押韵，不押韵啊！孙哥，星辉国际小弟美团快递，这个好像还可以啊，可以个蛋！你他妈的闭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我再说一遍。靠自己劳动，对不对？然后获得收入，不管是做任何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就妈，你们不要外卖挺好的呀，我觉得。不是我腿受伤了，我也想去送几天外卖。不说了，我陪他一起去送外卖，烦死了，你们真的是。好了，来了，直接推，来海瑞克出来解。你们直接想推三矿，这个三矿不是那么好推啊，不好推吧？还有六个追猎甩你，而且又对他，而且不巨像那不是巨像那个不朽马上出来了。哎，隐形鱼啊，还是这可以啊，这可以，打两下跑啊。这个女啊，只要不死就行，待会还能够绕一绕，然后牵制一下你这个追猎。大家还是打到那个地方，哎，这盘太阳这个战术可以，这盘打的，对，去啊！好，女性进去，双线女啊，不敢去吗？哎，这怎么啊？他 F 二，他刚 F 二回去了，刚才，这肯定要占便宜的啊，两个可以走了，差不多了，别浪了，走了。这女要回来什么意思？这一盘我觉得这个泰亚打得不错。回来两个女儿，就泰亚这两个女儿其实拖得还不错。Especially if you're just like autopilot hit that key a lot for stuff. Yeah. And even many of the world's best players use it quite a bit.If you ever see Maru, Siege of Liberator somewhere, like 看眼神啊，看有没有眼神。应该看不到。再切个位置，一，哎，直接播了吗 ？Hurricane。哎，其实这两波台甲是占了不少便宜的。这几个女妖是赚翻了。主要是台甲一方面给了 Hurricane 正面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女妖才有机会。但是你虽然说你在局部的确搞了点小的便宜，但是你待会儿正面这一圈还是要够硬的、啊。正面这边如果不够硬的话，等一下还是要输啊。上面防守应该没问题啊，哎，完美完美，这个完美啊！
防得好，完美完美。铠甲如果这样运营出来都打不过，那是真面真打不过。对啊，妈，这个运营基本上，如果你换一个猛一点的人就平 A 的节奏了。Also, one of the big takeaways I've had today is that he hasn't gone over two Colossus in these games for the most part. True. And two Colossus is the part where against one Colossus you don't make any Vikings. Against three Colossus you definitely make Vikings. Two is that middle area. 对方现在在继续憋，铠甲至少要等到自己两攻两防，并且有了鬼兵之后才会出门。而且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我认为铠甲应该会打一个比较，就他想打一个大后期。对，就看憋的怎么样了。还有呢，现在这个能进找不到位置切啊，这也不是什么好。铠甲出门的呀，这个时候，妈优势那么大，你能进这里切吗？你切好了，你能切啥东西吗？他怎么回来了？对呀、啊，他回去了呀，这点着就好了呀，刷出来几个，没必要回来那么多吧？这个铠甲，这个回来的太二了。他应该是 F 二回的刚才。他怎么会 F 二选手了？这个本来看拖的怎么样了？这优势还是很大呀。对。冷静也解决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真的可以一拳了。哎，这个 F 二清到前线去啊！这个时候也不多啊，就两个巨像现在。虽然第一时间如果 A 过来，巨像根本挡不住。巨像好像射程都没有升吗？对啊，他如果不是个 F 二回，就真的挡不住。啊，巨像射程没升，那打毛啊！而且被绕到位置了，这四矿没了。展开上，耶！射程没升，完全可以上。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有没有射程。他这个时候他只要压到四矿就行了，再往上推啊。哎，这个位置如果说，哦，还要上来了。加坦克，加的，啊，先引雷，家里面又被绕了。哎，这又不会拖住了吧？他要真的打兵，那我就无话可说。待会儿自爆球出来就不好说了，自爆球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单位。坦克去找位置架，架到位置。巨像有射程，有射程。四个巨像有点凶哦。哦哟，这个倒的，哎，换了两个白球，会吧？你这边别打了呀，你这边这波兵打不过的呀。啊，还好，退了，还好 Hurricane 退了。还是要真 A 上去，胜负还不好说。还有个 A 上去就赢了，好吗？他要如果打的话，其实就算打到现在，铠甲还是优势啊，他依然有优势。不管是从攻防来说，还是从他除非真打不过这个三 A O E。He's starting to get some Vikings out. I feel like this is not enough Vikings to take a battle, though. This is like a really bad amount of Vikings, in fact. Five Vikings against four Colossus? Yeah. It almost feels like wasted supply.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before you've done anything. You know what? If we can maybe double this Viking count, we'll start to get something more reasonable. 这两个的兵种组合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拼操作了最后。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对吧？兵种组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预感，泰迦应该会输。我感觉泰迦应该会输。就你觉得他正面操作不过，对吧？对。首先巨像自爆球闪电打成屎。首先巨像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用那个怎么操作的，还是自爆球和闪电的问题。铠甲这边必须要，哎，这个头的还是，这两传兵还可以，有闪电反馈一下，反馈，自爆球，哎，正面，他直接垫自己啊，就感觉，海尔肯出手的很果断啊，不过家里面有点伤，回城一半吗？还是怎么样？在刷轮兵啊，等着，不可能回的呀，这怎么回？铠甲已经在憋射程解放了。
actually positionally in one of their weakest spots, even though they're maxed out. And they, actually just can't warp in what they need to. Yeah, it's... Even if they, ideally they would just get rid of some of their own zealots in their army and then, you know, warp in... 就感觉 Hurricane 打正面打得很自信。那自信的原因也是因为太阳太软了，这个正面。对啊，这太阳这个正面真的有问题。感谢祝弹幕节奏狗身体健康的一个飞行。感谢兄弟啊！哎，直接如果走到二矿区，哎，他如果直接走到二矿区的话，等你过来，对吧？然后自爆又炸，不就好了吗？然后打了差不多就回城。啊，这边解放者终于是出来了，分点他去二矿也行。也行，但有解放者炸到一个，炸到第二个，积血第三个，哎呦，怎么全部在中啊？感觉泰迦这波放出来可以，打不进去。稍微等等，稍微等等，等波自爆球的 CD。好了，刚才其实就可以这样打了。好了，大家双方换家嘛，换吧，换家。哎，不，你换家，别人会来过来救的呀，你。有没有反馈？会看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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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反应。没反应。哎。回城。会不会包啊？这波兵，我怎么感觉有种要被包的感觉啊？大家跑的也还行啊，这个。但这个正面慢慢的已经被 Hurricane 打回来了，这个正面就他一下正面拿不下比赛，但是他还有一次机会，就解放者憋成型之后他架到一个位置，对，那如果架到一个位置等着对吧，还有一次机会。现在其实白球这个东西现在来说不是特别有用，哎呀，就比差有用，就是白球也硬，白球也是 AOE 啊，四 AOE 好吗？好了，哎呦，一传，还有可能双线试打的比台架好啊。退一步，这感觉还可以啊。三个解放者要冲啦！干嘛自爆球开路啊？哎！我预这自爆球在炸什么东西啊？没控好他这个自爆球。哎，翻盘了！闪电，闪电，闪电电出来了！但闪电，哎，闪电现在就感觉没有自爆球那么的给力啊！就自爆球射出来是爆炸很多。闪电那种，闪电那种就给你打小好的，自爆球是给你打这个爆发的，不一样。啊、你说会不会这波冷静过去抓一排兵，然后正面就他家里面乱了之后，然后正面一拳，对啊，然后被炸成马，信不信？马冷静，我怕他刷不出来呀、啊。刷不出来。不，你绕个路不会死吗？我真受不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对啊，我一定要为什么一定要冲这个高地嘛？你打那个高能矿的地方不就好了吗？他肯定跟你决战的呀。不，你绕一圈，他也要绕一圈的呀。这个时候，你绕什么叉嘛？你主力去打他那片矿不就好了吗？哎，我真的是，两个人你妈就僵持住了，在这个位置，他也很虚，对方下来干他，他要在这里顶住。那看一下这个解放者憋成型了呀。不要想冲啊、哎、就过这个路不要想冲啊，冲是不可能的。哇，哎呦，没打出来，快点他死。哎，这波把自己搞死了，浪死了哟。他要找到此机会，闪电一把，两把，三把，把顶着来。好，妈这光头真的还是顶啊！这解放者怎么处理呢？解放者现在炸脸怎么办、啊？闪电又来了，有几把闪电，现在主要是看。要不你这个闪电你解决不了这解决不了解放者了，你怎么办？好了，终于抓到机会了，真的是。看一下这个正面真的也是有问题，就是等 Hurricane 最后没忍住失误了。好了呀，这个随便架你了呀，这到这个位置只要往前一层一层架就好了，一层一层往前架就没机会了，这冲不了了，就这个诛仙剑你冲进来全倒。
willing his way through this game. Beautifully done. 随便冲，随便冲，你来，你来，白球这些 EMP 带解放者，你来。Just continuing to liberate or push forward. There's no way to engage this as Hurricane. Hurricane down to so. 随便往前架了。这个解放者你已经控制不住了，太多了这解放者。啊、跳一个解放者你就死那么多。其实射程升完之后，我觉得解放者这个攻击应该变成金色的，就觉得帅多了，或者变成红色的，就是塔达林这种。哎呀，那这个要氪金才行、啊。靠！哎，暴雪说了，哎，我真觉得暴雪这些地方氪金就不会氪，对不对嘛？你比如说你氪点攻击效果。啊、你就想刚才那个自爆球对不对？炸出去，如果你氪了金，就不是这样的。氪了金就是你妈的那个漩涡鸣人的那个什么螺旋丸呢？不是螺旋丸，是那个最很牛逼的那个什么风盾什么什么手里剑啊、螺旋丸手里剑，就是这种效果对不对？不是，暴雪是这样的，我很多年前问过光头哥，光头哥还在的时候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在星际里面多做一些像皮肤啊，像这些就像 DOTA 2一样的，那些就是 DOTA 2当时不是他们那种皮肤就是还是按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不做这种冰就是冰种的皮肤做到里面，然后光头哥给我的回答说，他说我们做的是一款竞技纯竞技类游戏，如果做了皮肤会影响双方的这个视觉效果，这样的话会让双方感到不公平，所以我们为了公平我们是不会做皮肤的。然后过了很多年最后还是做了皮肤，因为光头哥离开了嘛，光头哥离开了之后还是做了皮肤了。但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是那么对的，虽然我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从纯电竞的角度来看，那的确是双方这个对吧，没有皮肤这些东西那会那个会这个会这个，但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发现其实玩家还是接受有皮肤的，对的，而且你比赛你可以说你就不要，而且比赛现在是这样的，现在他做了一个这个功能你知道吗，就是选手打，你们看现在选手这个是有皮肤的，他只是 OB 功能， OB 是可以选择选手的皮肤，选手就默认皮肤打就完了，因为选手看到的跟我们看的选手看到的都是默认皮肤，我们观众看到的这些是带皮肤的这些东西的，没错，不对的。我觉得光头哥这个东西任何一款游戏它首先是一款商品，对不对？电竞也是一样的，你只有你商业上成功了，你这件事情你才能够长久的做下去，对不对嘛？就像你做音乐的也好，你做音乐你做半天不卖钱，你说我做的歌就是好听，就是牛逼，就是怎么样，你不卖钱，那最后你就但就是不卖钱，我就不卖钱，我音乐就没有，我不要商业，那最后你音乐可能会做的是很好很牛逼，但是最后你长久不下去啊。你商业化的跟这个商业化跟这个东西结合的好，这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够。不，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要谈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做的，好吧？我们只是这么说而已。对对，我说不能纯谈理想，我承认理想很值得大家尊敬。就光头哥的确是个艺术家，对吧？他有很多想法，很值得大家尊敬。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不长久。他的风暴英雄不是他做出来的吗？做不长久啊。他有很多理念嘛，可能他要坚持他的理念嘛，他觉得这个理念很不错，我觉得值得尊敬，但是并不成功，对吧？我一直认为做特别是做竞技这些东西，你商业化一定要结合的比较好才行，你就在做的长久。好了，看这场资本家问题啊，谁不希望这个比赛，如果星际争霸这个游戏它里面有很多商业化很成功的地方，让玩家也觉得很开心，有个暴雪也挣到很多的钱，有更好的收入，然后把比赛做得很好，奖金做得很高，选手也挣很多的钱，这个行业发挥的就有更多的新人愿意去投入，比赛规模越来越大，比赛越来越精彩，谁不愿意呢？这有啥不这挣钱有错吗？我觉得没有错呀，有啥错了？是不是吗？不，你说那么多，对吧？没有意义。
虽然，哎，我就说简单点，比如说你是，我是一个氪金玩家，我在里面，我有玩家，我就愿意花点钱让我的，比如说我打出来的那个光，他妈逼是红色的，就是帅，对不对？总而言之就一句话，就游戏那玩家也很开心啊，有啥不开心的？暴雪挣到钱，玩家也开心啊，有啥不好的？游戏有了收入，那他们对于厂商对、啊、又不影响平衡性，打个光出来，比如说这个追猎打出来，现在你看追猎打出来可能是蓝光，对不对？我花了钱的，我打出来是一个激光，就很帅，那玩家也很开心啊，对不对？暴雪赚到钱呢，那比赛也做得更规模更大了，有啥不好呢？嗯感谢这个 ToothBoy P 的这个兄弟的一个子爵啊，感谢兄弟，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的子爵。哇，一切东西都是这样的，游戏只要赚钱了，对吧？那玩家跟些买到的东西他也开心了，那游戏厂商也愿意更多的投入了。那比赛，那职业选手的奖金多了，那选手投入也多了嘛，对吧？新人也多了，这个良性规模也变大了，良性循环呢就变成了。好了，这边是野影刀啊，直接野影刀，泰加两颗雷，看反应，哎，反应还行，还可以，拉的还不错哦，他瞬间拉开能力可以啊，对，还不错，这个拉的，但是这个影刀应该没什么用，杜亚已经在出了，没有杜亚造一半了，而且还有雷达，有雷达吧，应该，有，肯定有。就想直接摸进去，但杜亚已经看到了呀，他感觉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没用了。他不想撒，他不想撒雷达，杜亚出来了，下面第二把刀，下面应该要撒，哎，没事，杜亚出来了，大油，这波防住绝对是大油，他一个农民都没打到，回城吧，已经回城了，大油，只能转巨象了，就只能现在赌胎价正面软，这个局面如果输了，那也没什么话好说了。过来慢慢想，慢慢蹭，蹭不到啊！现在跳上去也跳不了。但对于海瑞克来说，只能说尽量的给压力，给到压力的同时，对吧？然后再想想有没有机会，然后能够拖住时间。自己家里面不停的在运营了，这个。巨像，我感觉出巨像也不行。他有这个渡鸦能锁的。不敢跳，就跳进去没了。显得他只能赌胎价正面软，我跟你说。你胎价正面是有点软，对呀、啊，他就赌你正面那个不行呀、啊。妈，他赌到了呀！我靠。我也不能说胎价正面有多软，但是我就告诉大家是有点软，这个倒是真的。真的呀、啊。So Hurricane thinks about it twice. Sides no. He's producing Clawside right now. 他又是这种空投一船兵出门，然后出门的同时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兵也出门。哎，炸不到吧？炸不到。看到了吗？这个视野。肯定看了那么大一个坑。来看想切不敢切，他这个时候有点虚，我说真的。来啦，这就是泰迦的这个打法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家里面一投 打双线，对，而且他投的是机枪啊，纯机枪，这样的话输出挺高的。好，你来走回，好，你回城是吧，好，那三矿就可以炸了，对，然后这三矿一炸，正面刚好的一个运输机过来，好，这边炸了一下 F2了，海瑞肯慌了，家里面能进掉了吗？没掉，掉了吗？他还要再投，没掉。我靠，这冷静要掉了，直接就可以退了。回去吗？那么稳啊，泰迦。哎，其实泰迦刚才可以打的，真的。啊，再续轮兵，再打他，觉得现在不行。也行，他稳一手。哎，又 F 二了。死了。好了，现在没冷静了，随便推了。
对面所有兵都被推出来了，又你们 F2 了，这个局面急了， Hurricane 急了。哦，还有根水晶还行，水晶这面就两个巨像，他平 A 过去直接锁完就 A 了呀。 Hurricane 不顶出来打没法打的，他必须要顶出来。背面挂一船兵挂你屁股后面你也难受，家里面随便你就来了。正面来了，正面来了，锁锁锁锁了一个，顶出来是对的，但是也有损失，够了够了，也有损失。 A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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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一下，炸一下，直接平 A。 我靠我靠，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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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太阳出现了。 Eric 没了呀，这没了呀，家里面三矿也被投了，这什么坦克还在这边看戏，无所谓了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家里面也被投了，没了。F2 了，可以 F2 过来了，坦克过来，四个坦克打一个巨像，随便打。所以说 Herrick 本来其实就不是特别强的选手，对，他主要引刀没占到便宜，胎价就直接滚雪球了。对，没了没了，把握这种机会，胎价一个成熟选手怎么把握？GG 二比一，不容易啊，胎价出现的的确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这场比赛了神胎价回来了，也没有吧，就回来个毛，正常的吧，我觉得这场比赛打的。对，这场比赛引刀引刀，Herrick没打好，他自己战术也没选择好，没打好。他引刀啥都没打到，这个有啥办法呢？好了，选人仪式就没有Herrick的什么事了。对，我们来看看，我先来听一下这个泰加的这个采访。采访 Winner of the round of 16, it is Tasia.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ow, an amazing performance today. How do you feel? 여기 경기장에 오기 전에는 Well, before coming here to the venue, I saw my group and I thought I would definitely advance. But when I actually got into the game, 막상 와서 보니까 제가 거의 꿀찌를 할 것 같아요. I felt like I might be the last player in my group. 오, 미리 생각할 때 조를 보자마자 진출을 생각하셨다. 오, you thought you would advance straight away after seeing the group. 오, 이 정도면 폼이 많이 끌어올렸다. 좀 자신감이 있으셨나요? So how do you rate your performance overall? 저는 진짜 지금 해설하고 계시는 조태현 선수 못지않게 잘한다. My TBT matchup is really good, almost as good as TY. 제 연습 파트너들이 As for PBT, as for TVP, My script partners are like experts at the matchup, so I have no problem with it. 있다 이야기를 하셨습니다. 자 윤영서 선수는 정말 신기한 것 같아요. Oh, Tasia, 경기를 하는 really 중에도 학습을 하시고 how you adapt and learn as you play the games. 마찬가지인데요. 어, 첫 경기 때는 깜빡했던 업그레이드도 최종전에서 In the first match, you forgot the upgrades, and in the final match, you actually didn't forget it. It's like you really just improve and adapt as you go. You're like almost a different person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So what was your mindset going into the games? When the final match, I went for the build that I use often against Hurricane. And I tried tuning it a bit, and I don't think it worked out perfectly, it worked out well. But in the end, I'm glad that I picked up the win. I'm pretty sure a player of your caliber was able to play well from the first set. So you're probably sad about the first set, right? I mean, after the loss, I didn't want to be on the offense, but then I made my fault with the upgrades, and then I was just like, oh, just let it be, and then I think that's why I lost. Well, it's been two seasons, and now you move on to round the 16 of GSL. Well, comparing the before and the after, do you think you're capable of going up against the round of 16 players? Well, before my military service, I didn't really have confidence in my skills. But now I'm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the game. And there's a bit of pressure. But I think this pressure is enjoyable. Before the military, you are actually very notorious for your practice load. So how much do you practice these days? Well, these days, 2 months before the GSL, I was pretty much just going hospital or home, and I'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past 2 months.
And I'm really glad the results came out good. Well, you're definitely not the Taeja I knew before. Well, coming up after the show, we have the group nomination. But there are players who are probably likely to exploit you in this round of 16. So what is your mindset going into the group nomination? Well, first of all, I do want to make a Terran group. Since I'm on the lower side of things, I'm probably going to be picked first. But hopefully it turns alright. And that was Taeja who wants to make a Terran group. And we'll have to see later. Wow, an amazing performance by you. Any message you want to send before you go?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scrim partners that I had. I can't name them one by one. And it's my dad's birthday.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gift for him.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win. Thank you. 자이렇게이번시즌마지막16강출자윤영서선수接下来他们就是一个选人的仪式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今年怎么选啊，去年就前面几年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他们还是应该是选手。今天应该不会有选手什么布置这种场地的，因为以前他们是单独出来拉一天出来会选做这个选人仪式嘛。